甜贵松松不手软，买到剁手手不肯停。本人非常爱小丸子，送来的时候我打开它，我有点想哭，可是因为好贵哦。买回来的时候一盒将近900块。大家知道这件事吗？知道，这个是音乐盒，多少钱？这一个就是1200。我买了四个。今晚8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